看看啊，这是我今天上午的收获，看看全都是小象螺，看没有，这小象螺的活跃度你看高不高，你看一会儿功夫全都爬上来了，是不是？有喜欢赶海的老铁是忘记加关注啊，看我每天赶海直播带你们玩了。最近有一位老铁私信我说，你能不能给我抓一个海龙啊，这海龙我属实抓不到啊，我就从我二大爷酒坛子里偷偷拿了3个。那个这个也不要双击了，我怕上了夜门以后啊，我的二大爷会打我，就加个关注吧，看我下午4点半左右直播了。来吧老铁啊，退潮以后的沙滩上啊遍地是宝啊，只要你能找准它的出气口，然后用家里的漏勺给它一筛，里面就有海鲜了啊。这个叫金线螺，咱老铁有没有吃过的，吃过的扣个一，没吃过的扣个二，学会了老铁给个双击，喜欢大海的加关注，今天晚上9点左右直播。老铁们，这最近沙马蟹洞挺火的啊，这今天我也来灌一下子，咱们先给它打上一个鸡蛋，让它这个洞呢变得润滑，之后呢上我的旺仔小牛奶，来倒牛奶，对，倒，哎，对，哎，你这人怎么给喝？来吧老铁啊，都说红牛能把沙马蟹给灌出来，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这不我特地从我们村里最好的一个小卖店买了一瓶，这我也不知道这红牛好不好用，如果说能灌出来，咱家老铁能否留下一个双击，如果灌不出来，那双击我也不要了，加个关注吧，看我晚上9点左右带你赶海直播。